这么欢乐的气氛就满在婚姻农业博览会的现场，因为第二十万名入场游客出现了。你看这一堆礼物就是你的哦。哎，来这里拢总有22项哈，22种礼物。你的哦。龙博大纪念的话，这是第29天哈，啊，从去年的11月25号开幕到现在，那么累计的人数已经有20万人啊。那再来的话，就会碰到农历哈过年哈，那是另外一波的高峰。上周两大浪的礼物，以及一大箱的高丽菜，好第20万名入场游客，以及伊的妈妈是又欢喜又唔知如何是好。第二十万会不会很惊？有没有感到很惊讶？有。刚刚有没有吓到你？还好。很高兴。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第二十万、啊。对啦，不知道，因为也不知道现在是第几个，只是说，怎么突然那么多真章人站在这里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？嘿。第一届第10万名入场游客是来自中华，这一届第20万名又阁是同一个关，这种巧合真正是让人感觉非常趣味。小朋友因为通常都是在那个学校里面，很少到外面户外啊，所以有这个活动，所以说带他们出来一起来观光。用本单将两大浪的礼物夹起来，真有农村代表性的礼物，好几位各种年龄级的游客留下真深的印象，也期待第30万名游客会当赶紧出现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